一对相爱的男女，查甫囡仔大概来约会呢，拢是迟到，啊，大概都为着工课。啊，每一遍伊拢会向着伊的这个未婚妻来讲，讲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离婚妻就会笑笑的对他说：“还好啦，我没有等多久。”很贴心的回答。每一遍，每一遍，伊总是拢是安尼回答。有一遍，这个男孩子呢，必须要出国工作了。伊就甲这个查某囡仔约好啊，讲希望多一年、多一天，咱两个会当伫咱时常约会的这个大树下呢再相见。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离婚妻嘛，同款，很微笑的对他说：“我一定等你倒回来。”男孩子出国了以后，因为出了一些意外，结果无法度倒回来，一去二十年，二十年的时间，青春岁月。到底这个查某囡仔有在等无？等到这个男孩子佫回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他又来到了因小约会的这个大树下，情形拢变了。本来是安尼绿色的一片，即马拢是商店街了。伊就想看卖咧，想想咧讲无可能啦，我未婚妻无可能佫在等我。即想讲安尼要来走尔，看到讲遐有一搭这个咧卖物件，这个摊贩。感觉足面熟的，行过甲看卖咧，结果一甲看，这个卖物件欧巴桑，竟然都是等伊二十年的未婚妻。两个人相看，男孩子流下了眼泪。当年的男孩子，起码已经是一位中年男人了。他也对着他的未婚妻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未婚妻赶快是笑笑的对他说。还好，我没有等多久。这么感人的一段爱情，女孩子用着伊的青春，就伫遮一直等。问伊讲啥呐？等遮久，伊讲我唔敢走。我若一走，我就惊你回来就找无我，所以我才伫遮摆摊做生意。我一直等你倒回来。看到一位查某囡仔这么真心，这么真情真爱，都让我本来想到一首真单台歌曲。难忘的红红桥，现在为大家演唱，请大家共同欣赏。
的你